在情，仿佛有些遥不可及。女儿一世，哥们一起，我还得继续给力。累了也想一个人静一静。时间流逝，看起来漫不经心。嫂子，你看江婷呢，岁数也老大不小了。你说这孩子要是伤了心，你说这三五年他这个神儿过不来，就成老姑娘了，回头就砸手里了。宁愿他砸手里边，我也不愿意让他嫁那么远。这好办啊，把他们请回来，啊，就住在你楼上，天天陪着你。然后呢，我再给他们找一个好工作。停，又来了，是不是又让我做饭去？那我做饭了，嫂子。你这得了吧你，喂。嫂子，你说我跟卡特吧，接触的日子也不短了。那毕竟是咱们江婷的终身大事嘛。那你放心，我都不放心。不仅你考察，我都得好好的考察考察。这么轻而易举，啊，就把咱们江婷娶回家去了，这哪成啊？想什么呢？我宁可砸在手里，我谁也不嫁。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做饭去。哎，早点吃，喝，待着好。我看你大妈呀，就是典型的更年期综合症。你说跟凯特多好啊。这么好的女婿找上门来了，他却不要，生生要把人家一对给拆了，这什么想的呀？哎呦妈，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啊！妈，这不能怨大妈呀，大妈这不是丢了脸面了吗？丢什么脸面了呀？我觉得人凯特给他争了脸了。这卡特怎么夸他呀？大妈本来不同意，她非得弄一个煽情剧，那个破本子，没导演又没排，还演砸了。大妈那面子也丢了。要我说，这卡特呀，就是一傻蛋，纯傻蛋。哼，还说人家呢。你倒来一个煽情剧啊，嗯，你演一试试啊，你浪漫一下啊，切。你是不是把我说话不当回事儿？我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您说的话我都听呢，我都当圣旨一样。那天你说一句话，是不是？我就担心大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月呀，要是再拿不回来工资，就别想进这个门。江天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挣钱去。哎呦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来来来，好，
饿了吧都啊，赶紧坐下吃饭吧。哎，坐下。没食欲，吃不下去。你大妈好点了没有？起来了吗？暂时阴转晴吧。行，那就好。好什么好？缓期执行。啊？你大妈出口答应卡特了？反正算是留任查看阶段吧。哎妈，你老关心人家干嘛呀？你看我丈母娘，那成什么了？看你卡特就跟看亲人一样。我可是正牌女婿。罗美娟就是更年期，什么事她都跟着搅和搅和。不待见我，这也就算了。那关键已经影响到江天了，已经让他洗脑了，言听计从了。母女连心，势力强大呀，连江德顺都不是对手。要我说，你应该跟江德顺联起手来对付他。我看啊，靠人不如靠自己，只有我强大起来，我瞧他们谁敢欺负我。对。说的太对了，干出点动静来，让他们瞧瞧。对，干出点动静，让他们瞧瞧。嗯，爸。嗯，我能干出什么动静来？爸，不是你怎么还问我呀？你这都不用想，去找你老丈人，帮着他跑业务。我一个写字儿的，我跑什么业务啊？那我干不了。不过就是应个名声，啊，照样养你的粉。该怎么养，你还怎么养。爸爸，您这主意高了。咱们爷俩喝一口。你拿着我再喝。铁兄抬头啊，一二三。欢迎各位总裁来自公司视察。总裁还没有到。李总，彩排的不错，叫员工自然点。横幅还不错，这就够了。总裁先生不太喜欢奢华。总裁先生还没有到吗？是不是堵车？你查一下。他这条线堵不堵？好的，马上查一下。要不然咱们到楼上休息会儿。不用，服务员等。怎么样？一路畅通，不堵车，按照计划应该马上到了。那可能是出发的有点晚。David， 你问一下秘书。嗯，好，等一下 David。我们这样打电话不好吧？显得我们很着急的样子。可是总裁不会很开心的。也是，等吧。好，文总，再练一遍，再练一遍，来，一二三，欢迎各位总裁来此公司视察。OK， 好，还不错，还不错。这么长时间了，要不要请凯特总他们到里面坐呀？不用了。Kate， 不会吧？库瑞总裁一向非常守时，而且约好的时间从来不会爽约，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David， 总裁先生临时改了行程，现在去新加坡参加一个总部的会议，
对，请帮忙转告凯特里，总裁先生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直接打电话给他。嗯，好的，就这样。OK。客气先生。嗯。这是？这是江德顺交给我的资料，我就把它先交给你保管了。一定给我调查清楚，注意保密。如果真的是像江德顺说的那样，这种失误真是太可怕了。我会详细调查。暗中调查，我会派人直接辅助你的，好吗 ？OK。走，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详谈一下。OK， please。Kate， 能有什么事儿啊？总裁先生临时调动行程也是常有的事。毕竟公司会议也很重要。Chris 先生确实是在赶飞机 ，Michael 没有骗我。这也是我最疑惑的一点，我心里总是觉得很不安。Kate， 你还是太在意了，一有风吹草动的就坐立不安。一顺百顺是公司入驻上海最重要的项目 ，Mr. Craig 很在意，他把这个当成年度最重要的投资。但是 Craig 先生确实是在赶飞机，这也是我最疑惑的一点。我查了航班记录，他的飞机是6点，可他却提前了5、6个小时到机场。这正常吗 ？Kate， 你是 Cray 先生的得力干将，一顺百顺公司又发展的这么好 ，Cray 先生没有必要到公司去查一查，这是他对你的信任。嗯，雷头说的对，他无非也是过来检查一下工作环境和状况，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OK，Maybe，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也许你真的想多了。四库跨境电商项目，明天就要启动。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吩咐，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转移到旅游新项目上去了。这就是你耗尽所有做出的成绩吗？这些情况你也都了解。我了解有什么用？总部要成绩，既然现在已经做不出成绩，就得改变。改变？投资不到位怎么改变？时间不等人呐。从申请到拨款至少2个月，况且四库项目我们一直在运作，中间仅仅停了1个多月，现在捡起来一点也不费劲。可是人都抽调到那边去了，再调回来吗？这是你的事儿，你经营公司，这不是你应该干的吗？等江德顺羽翼丰满，你再想打他还来得及吗？何不趁现在给他猛力一击，让他公司倒闭，失去和你竞争的本钱？他现在也没有。等四库运作成熟，他有了资本。你的公司内容是他丰富的，他一点点蚕食你，你还能一枝独秀吗？现在旅游项目的危机已经很显现了，得力干将邵阳也被他拉走，他已经在运作，一叶知秋。你还不明白吗？你的确比我看得远。危机已经预见，就得把他扼杀在萌芽中。这次把江德顺拍死，让他永远起不来。老虎不发威，他一直以为我是只病猫。是虎是猫？拿业绩说话。大夫，您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您看那个检验都合格吗？没问题，非常好。
就说没什么事儿吧，你看爸妈紧张的。那您再看看我那儿子都合格吗？也很稳定。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可以移植？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好，好，那您先忙，我先回去准备准备。爸，让你母亲多注意休息啊。又不合格呀，妈，完全正常，特别好，真的，我被上次不合格，我就吓坏了，你知道吗？我都不敢进去听医生的结果。看出来了，你特紧张。各项指标都特别稳定，而且刚才施主任说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细胞移植手术。太棒了，那还等什么呀？咱赶快移啊！回去做准备。走吧，咱们走。不在家看小幸福呢，我爸和我妈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可得告诉我啊，那时刻盯紧了，他们俩要是有什么小变化，有什么发展，你告诉我啊。谢谢姐，爱你，么么哒。Michael， 总裁先生的浪漫之夜，想必总裁夫人很开心吧？这么开心的事情，你不应该跟我分享吗？这都是你的主意。为了总裁先生的惊喜之夜，我都快累死了。总裁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你，他现在真的很信任你。对了，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欧洲了？不去了。欧洲和澳洲都改成视频会议了，总部的简报应该今天也就传过来了。我怎么闻到一股浓香的咖啡味啊？那是刚给总裁做的，当然了，如果高傲的凯特总需要的话，也随时为凯特总服务。私人定制吗 ？Of course。那我等着了。好，拜。这也是一杯私人定制。你怎么来了？谢谢。Kate， 这两天忙的是不是有点焦虑啊？这你都看得出来。再平静的湖面，都会有暗涌的。OK， 原因？原因嘛，你是要看它相向而行还是背道而驰。如果相向而行的话，那就是水流的巨大推动力。嗯。如果是背道而驰的话，那可就是惊涛骇浪。怎么听都不像是好事情。你看吧，如果这个事儿事不关己的话，好事儿坏事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怎么样，比比吗？你穿成这样跟我比 ？Maybe。喂，肖主任。肖主任，您是知道的啊，这个一顺百顺公司啊，他不也是我们做起来的吗？现在这公司跟一顺百顺是一模一样。我跟你们公司联系的呀，还是这个鉴定专家夏教授推荐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夏教授啊，潜心研究了一辈子的这个如何用高科技鉴定奢侈品真伪的成果转化为……哎，少阳，哎，我不知道你跟一顺百顺公司到底怎么回事，但我们最早是跟一顺百顺公司洽谈的。啊。在一顺百顺不也是我去谈的吗？那么现在我也可以去谈嘛，对不对？
余盛百盛公司已经有风投进去了，那个资金实力雄厚，我们呢也正需要跟这样大平台合作，一块把跨境电商事业给发扬光大。啊啊，行，我明白明白。那好啊，那我们只能认平台，不能认人。啊，没事，那我跟江董再汇报吧。啊，谢谢。都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在商言商吧。江董，您钱哪儿来的？这是天姐卖车的钱啊。谁让他卖的？天姐来公司找我，说他要帮你把车卖了。那车是我送给闺女的生日礼物。他也是想帮你，真是我的好女儿。怎么样？入账吧。江总，真想做个运财的兄弟。哎呀，你行了吧？这一顺百顺，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在那儿奋斗那么久，至少被人认可的不是坏事。也就因为一顺百顺是客户认可的，所以于富才抓住不放。再说了，肖伟那帮人就是看中了于富才的一次性投入，财大气粗，谁不喜欢呢？那他也够可恶了，是他自己说的不干了，现在我们把项目做起来，他又过来抢。先来了，江总，恭喜开业大吉！四库项目原本打算是送给哥哥的，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要怪就怪凯特里吧，我真是没辙。哥哥的本事顶天，你也不会在乎这点小生意的，再放兄弟一马。谢谢江哥。混蛋真过分，得了便宜还挑衅。他呀，还是重兄弟情。心里有愧，心里要是没愧，也不会发这样的信息。美硕，哎，天儿，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对，把车卖了，帮助江叔爸。可是卖车这点钱，要跟于富才比，这不是杯水车薪吗？你说现在江叔爸要客户没客户，要资金没资金，以前客户很多，全让于富才给吸走了。现在要说这资金，那小公司那点资金怎么跟凯特里比呀？这于富才是诚心的想把我爸公司搅黄呀，我跟他没完。实地调查与资料介绍里完全一致，这些资料是属实的。所有的调查我都录下了，采访了资料里介绍的包括吴淡如、马翔、徐子京、大龙等等，以及从一顺百顺公司报上来的客户名单里抽查的所有的客户，全部都属实。法务部和财务部审核的也属实，只是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审核到问题的实质啊。历史遗留问题，于富才昧着良心独吞了，江德顺不想毁了公司，所以一直没有行动。更甚的是，在凯特里的指示下，强硬的让于富才放弃四库项目。江德顺不想放弃，所以另开公司重新启动。没想到凯特里也重新启动了，大投入资金拉客户资源。我还没有签字，如果我一直不签字的话，于富才能支撑多久？问题是四库这样的跨境电商项目，它跟打车送饭这些服务项目不一样，它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客户信任度的，简单的去砸钱拉客户只会死得更快。但是雷副总，你是不是按江德顺提供的资料去调查的？是，我都认真的核实过。不属实？那江德顺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过来也没有意义啊。我明白了，再辛苦你一趟，务必从江德顺提供的资料里查出背后的故事。好，那我去忙了。
麦克，麻烦你进来一下。柯林先生找我。我们的投资按原计划进行，凯特里他们送上来的季度报表拿过来给我看看。OK。哦，还有，把法务总监帮我叫过来一下。OK。去吧。总裁拒绝了，那四库项目不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没有什么不可能，事在人为。可是，这是总裁的决定啊。不放弃就有成功的机会。Well， 我是 Cat， 总裁去新加坡开会，有什么指示吗？去日本了。OK， 我知道了。没有去开会。David， 帮我查一下去北京的航班。谢谢。追上了吗？哎呦，追上了倒是，就前面那个五星级大饭店。五星级大饭店啊，真高级啊！那上楼都得单独有卡，我没有啊，就不知道上了哪层了。你觉得他可能是见谁呀？我也正琢磨呢。你说他什么人能让他刚一下飞机，时差也不倒？就偷偷摸摸的就跑出来呀，我觉得肯定他那个美国的那个女儿在这儿呢，我是这么琢磨着。也不一定是见他女儿叫什么文心呢，啊，他要是见别的美国来的朋友呢？你听他说过吗？认识哪个有地位的美国朋友啊？就那罗美娟，他要是认识有地位的人，他还不得嚷嚷啊？哦，那倒是。再说，你说住这么高级的地儿的地方，除了他那个跨国投行的那个闺女，谁能住得起呀？可是你也没见过文心，他就是打对面走过来，你也不认识他呀。血脉管着呢，他肯定有什么地方得像德顺，要不就得像依云。你想啊，你儿子多像你老婆呀。哎，所以这个得观察，抽空教我两招。你不行，你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还没观察呢，先插着出去了，又嘚老婆嘴，赶紧走吧。那我努力。你跟我走干嘛？你车在那边。哦，对，我车好，你等会儿，我带着你啊。别，你等着好消息吧。钱是从文文那套出来的吗？太好了，22层是吧？谢谢啊，凯特琳，这不是砸鱼财那姑娘吗？鱼财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爸跟他合作了20多年，所有的客户都是我爸跑出来的，从一个两个人的小公司到现在的规模，都是我爸的功劳。他趁着我们家现在乱，侵吞了我爸的公司，这些事你都知道吗？据我所知，公司的法人不是你爸，而是于富才。你们两个合伙逼走我爸，我爸现在开了小公司，你们又来抢他的新客户。如果真是你爸的客户，又怎么会被别人抢走呢？还不是因为你们耍手段砸钱嘛，你爸也可以砸钱呀，公平竞争无可厚非。所以你现在是仗着你的财大气粗，想把我爸的公司挤垮是吗？那又怎么样，商场如战场。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先走了。我还没说完呢。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麻烦您了。哎呦，放开我！停！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啊？大妈，他就是凯特里，
仗着财大气粗，把我爸的公司客户全拉走了。现在我爸新开的公司都快被他挤得关门了。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种事儿啊？你欺人也太甚了吧？你是想把我们斩尽杀绝呀？别碰我大曼！别碰我大曼！有事慢慢说。你没事吧？这里谁负责？你好，我是大堂经理。我们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你立即报警。是的，是的，一定。这么好的酒店发生这样的事情，请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盖茨，走。谁让你走了？我还没说完呢！滚啊！有事慢慢说。算了，让他走。师傅，麻烦快一点，我们赶时间。好的。妈，怎么了？文心，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好回美国了？要不要我帮你订票？不是，我还没想好呢，我再想想。啊，你没事就好。那就挂了啊。嗯，好。罗姨，不就让我妈买点嘴儿吗？行，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啊。给你去打。哎，行了。姥姥，这点小事找我妈就行。我小叔那么忙。喂，妈，我跟你说，你说什么？让你给小叔打，你就不打了你。喂，小叔，我妈那站点出事儿了，说警察要带走他们。行，好嘞，姥姥，我那个出去一趟，你把信封给扛好了，姥姥。哦，怎么？According to data, to go to legal process takes long time. All right. Pay attention.If the initial situation is true, this could be a very bad accusation for us. Exactly. You're right. 哎呦，得做饭了。爸爸不是说你，坐这儿，闺女。爸爸今天真得好好说说你。你都当妈了，你这脾气得克制点自己，怎么说发火？哎，行了，我知道了。你不就是要说凯特里的事吗？我没把他怎么着，哎呦，还没怎么着呢。我就是讨厌这种人的行为，他不讲究，我干嘛要给他留情面？哎，可是爸，他为什么老针对你啊？针对我就对了，不针对我就不正常。你的客户都被他拉走了，那再这样下去，你的公司怎么经营下去？哎呦，你爸开那小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那个四库海外跨境电商那个项目给荒废了，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就是为了一顺百顺啊，所以这公司你爸肯定能夺回来的。放心，闺女啊，爸爸一定把这公司拿回来。真的？嗯。那你用什么办法呀？我可告诉你啊，那余福才在凯特里的帮助下，对公司的经营可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等爸的好消息吧。闺女啊，你把车卖了给爸爸应急，爸爸特别感动，这眼泪哗哗的。真的。哎呦，行了，你别给我装了。真的真的。那车不还是你买的？反正，爸爸特别感动，啊。凯特总，好久不见。Kate。Michael。回来了。那个克里总裁在吗？我要跟他见一面。啊。你先回办公室等一下吧，我去跟总裁说一下，一会儿叫你，好吧？谢谢。克里先生，凯特想要见你。凯特回来了。Yes。但是我已经拒绝了他加大前期投入的申请啊。或许他还有别的事儿呢。不会，就说我有重要的会议。我觉得听听他的解释，也没什么不好的。他在报表里面都已经解释过了呀。好吧，我知道了。你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去吧。明白。要喝吗？嗯。行了，别熬着了啊，早点休息。是不是担心明天移植的事儿啊？应该没问题。你呢一直在锻炼，也戒了酒。咱外孙子呢现在状况呢也不错，药现在停的也差不多。哎呀，移植的事我倒不担心，这都第二次移植了。我是有点担心你公司的事儿。能不能不跟那凯特里做生意啊？既然不好做，就别在一块儿，撕破脸多不好啊！哎，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你就让着人家不就完了？是有点担心你，这生意跟谁做不是做呀，对吧？我知道，我想想吧。哎，麦哥。嗯，对了，玛丽和她前男友怎么样了？好像还没和好。那玛丽真的挺可怜的。嗯，休年假了，据说是什么三天没下床，七天没出门，你说还有这么聊情商的？Michael， 两年没见了，衣着越来越品味了。嗨，没办法，跟在总裁身边嘛，这也是公司形象。嗯，对。Kate。你约我出来，就是说这些事儿的。当然了，这么久没见了，聊聊天，叙叙旧。那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你会说吗 ？K， 你知道的，保密的肯定不能说呀。嗯，来喝酒。这样。Michael， 我今天要先走了，公司还有些事情。这么早就走了？嗯，你知道公司比较忙吗？好。哎，对了，那个总裁方便的时候让他回我个电话吧，我有事情要跟他汇报。好，没问题。
就现在这生意，谁给的钱多，咱就跟谁干。一杯茶在